在焦段上去采用了一些基本上是75或者是75到100 135这样的焦段。我个人的任务是说拍好看啊，美啊只是一个基础，这个戏的类型和题材更重要的是如何引领观众去看到这几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拍的是一种用最合适的氛围和影调，合适的焦段来呈现，逐步的去看到他内心世界。在开拍前或者是平时的这些我们聊天啊，大家成为朋友去，都会觉得跟我们原来在看剧本或者是说经过围读再说他们本人过来呈现这个角色，我们就觉得都很对。哎，这个人的性格是我们对最早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就是他，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会觉得就很感性，会让你觉得很写意，很感性，就是不是那么真实，会让你感到你似乎在看到了更多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这种很微妙的很生动的甚至很奇妙的这种时刻都能够被捕捉到。